好，主观众，画面中一名穿红外套男子坐在电动轮椅上沿路逆向行驶，当场被远警拦了下来。没想到警方一盘查，发现这名男子是毒品人口，还用手不断遮住香烟盒，一打开发现里面放着吸食器、玻璃球，还有毒品安非他命。跟你讲一下，你自己看一下，两条线阳性反应。警方日前巡逻时见到这名男子坐在电动轮椅逆向行驶，当场上前盘查被逮个正着。事后追查，他平时住在花莲，因为北上到医院治疗中风症状，被判定要住院3周。没想到他因为长期住院太无聊，都会骑电动轮椅出门兜风，这回坦诚吸食毒品，当场被以毒品罪嫌送办。终于掌握到的情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